80平的锦衣峰大宅，设计师善用景观优势，并结合独特的设计美学，使住宅内外皆美，展现温暖高雅的生活风格。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我们会先告诉大家，针对数量不少的收藏品，该如何将它们安置在居家空间里，再来解析该怎样替行动不便的屋主创造居家安全性与舒适性，最后告诉你该怎么规划才能让室内每个角落都享受到得天独厚的景观。公共区域独创一个角落，安置中式罗汉床与收藏展示柜，以大理石作为背景，与角间的餐盘茶具形成呼应，部分艺品则安置在客厅另一端的中式木作柜内，让丰富多样的收藏品不至于杂乱，更体现中西合璧的混搭风采。规划三间卫浴，其中一间是专为男主人量身打造的无障碍浴室，在马桶与淋浴间加装安全扶手，更贴近使用需求。以开放格局串联客厅、餐厅与厨房，让每个角落都可欣赏连续憧憬，并舍弃电视主墙，避免景致被遮蔽，而房间、卫浴也各自拥有优美景观。尤其卧房外的观景阳台更掌握了最佳的赏景角度。全局设计师的杨和玉设计师专精于设计与生活风格的营造，细致诠释出客户的审美和日常需求，使设计反映个性、生活、品味及想望，让舒适的家也拥有多功能的实用性及耐看度。